表演是北管的跳台。那会有请台湾民间盛广的戏曲呢，锣鼓哈，祭谱方式来攻慈谱的传谱。所以呢，北管分成两大派，一为葫芦，然后一为西提，明显的分别在四葫芦派用的贴符，就是那个可宰弦哈，待会会出现来演奏的文场。那西提派用的呢是金符，就是吊鬼仔来演奏的文场。在宜兰早期呢，曾因这两派不同而出现的竹琴械斗，但实因呢，我们在时代的变化之中呢，我们想两派的流传呢，已经慢慢的不再分成了、哦、所以呢，出现两派的特色哈、哦，皆在交集哈、哦，常常在学习，所以我们常听到的表演，大部分是为歌仔戏的或布袋戏的板仙呐、啊、哈、哦。那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看他们来表演的话，我们就尽量来欣赏哈。虽然说我们都大概在庙会可看到，不过今天呢，我们可以在北管的跳台里面看我们精彩的演出。我们热烈欢迎第二首曲目《北管跳台》。
哦，没有，你们觉得好像你整个人哈、哦、都要跳跃起来的感觉哈、哦，因为它整个曲目里面有三段哦，第一个的感觉哈、哦、会让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是说哦，他们在宋江镇的时候，他们要亲自的教阅三军，所以他那个主乐在那边哈，乐团他的主题就是在这个地方。那第二段就是整个兵分十路哦，号角划破天际的感觉，然后整个战鼓啊响起呀、啊。那宋江镇呢会亲自怎么样？就如同哈骑那个万马奔腾，好、哦，那万马奔腾一步的单，它中间就很你会觉得很强的时候，就两军在作战哈、哦。它整个故事里面，你觉得你会深入其中哈、哦，那鼓里面的感觉。那我们今天呢有戏剧，有话剧，有相声，有特技，有表演。接着下来，刚刚好我们有听王美男士的唱古调啊，那现在我们就来唱神韵，听神韵合唱谱来做我们表演的。那我们想到说今天来到义和圣堂呢，我们也感恩到我们义和圣堂、哦、的浅显的慈悲，每一位浅显的用心，在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里面呢都用心的耕耘、在这么历久那么多年、哦、才建造起来的，都是每一个幕后的志工们、幕后的人们、前行们在那边哈、哦、奉献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很感恩哈、哦，今天来到这里，不只是可以让他们招待，有吃有住，就住在这里嘛。我们早上就要办活动，然后呢又有听，所以我们今天呢、哦、都享受到哈、哦，什么都很好啊、哦，什么都很好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新义义和。义和圣堂哈的神韵合唱团，那以前呢，我们都可能有介绍过，但今天呢，神韵合唱团这样一路走下来，你今年已经迈向的从84年嘛，今年已经92年了，哦，你呢就是91年了。